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 Taylor 2017年的 314C 的限量版 Limited Edition。那么首先呢，它是一个 GA 的筒型 Grand Auditorium。那么 GA 筒型相对于传统的 Granite D 筒型呢，它要稍微的薄一些，而且它的这个收腰呢会更多一些，有时候我们会把它称为经典的小腰筒型。那么它的面板呢采用的是 Lutz Spruce， 采用的是鸬鹚的勾手云杉的单板。它的背侧板 Back and Side 采用的是 Black Wood， 我们字面的翻译呢翻译成黑木。红灰色的护板，它的琴麻 Bridge， 它的指板 fingerboard 采用的是 ebony 乌木，指板镶嵌呢采用了 Taylor 的600系列的镶嵌，六系列。那么拾音器呢采用的是 Taylor 的 ES2 拾音器，三颗旋钮进行控制。那么在琴头方面，乌木的这个贴面 Taylor 的简约的 logo， 和我们通常的三系列不一样，这支三系列采用的是金色的 Taylor 的 logo。 它的琴颈呢，它的 neck 采用的是美洲的桃花心木。那么它的背侧板呢采用的是哑光的工艺 satin， 它的面板呢采用的是这个 glass 高亮光的这种配置。好了，最后让我们来听一下新款的 Taylor 的 314C Blackwood 黑木背侧的限量版的声音吧。